阵脚动作，引气下沉。第二套，表演者雷穆尼。第二路，又名叫炮锤，其动作特点：激素紧凑，刚多柔少，并有很强的抖发劲儿。连珠，陈氏二路连续重复发劲动作尤为突出。踢架子，陈氏第二路不但具有擒拿解脱、击法较强的动作，而且窜动跳跃、闪战腾挪的动作较为显著。和雷穆尼老师练的这两套拳架是陈发科老前辈直接传授的，多年来腾势锻炼并保持了原有的技术风格。